反应就是刘伟和薛之谦，就是在这些人当中，其实就是跟我比较熟悉的，然后之前有过合作的是维维和芊芊。其实我心里是想选，非常想选择他们俩合作的，他们两个也比较也很强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组合嘛，肯定是想就是找到最棒的搭档，然后得到一个尽可能的高分这样子。嗯，但是我有一个焦虑，就是我怀疑他们两个有可能会互选。会互选。对，我有关注到他们的一些情谊、友情。喂喂，我们我心我伤。哎呀，走的走，散的散，伤的伤，死的死。我觉得他们两位都蛮棒的。对啊，他们俩很棒。然后最可怕的是，他们俩要是凑成一对，真的是很令我就是令我所想的那种感觉。他们俩都那么优秀，他们很有可能看对眼。芊芊和维维有可能就是会互相选择，而且重要的是，我也不想让维维和谦哥为难。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么优秀，肯定还有别人会想选他们，所以就少一个让他去。哎呦，你也选我，哎呀，你也选我，哦，我好开心。那我，就算了吧。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会是这样，但真的是这样的。我实在是谁没有想到这么多会选我，我以为只会有他会选我，所以我选择薛之谦。那一对 couple 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吗？对啊，就对啊。